彰化伊娜好幸福109年儿童剧乡镇巡演活动第二场，27日在深港国中学生活动中心开演，邀请小青蛙剧团演出爱漂亮的乌鸦，新义影院有1000余位大朋友小朋友前往观赏。台湾电力公司还提供每人一瓶保酒乳，希望小朋友们健康快乐的长大。那今天是在深港国中哦，那看到1000000个小朋友一起在这边共襄盛举哦，那非常高兴。那今天呢是由这个台中的这个小青蛙儿童剧团来演出这个爱漂亮的一个乌鸦哈。那我相信呢，透过这样寓教于乐的方式，可以让孩子们从中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个道理。那特别也要谢谢我们深港国中提供给我们场地。也要谢谢我们文化局精心的策划，当然在这次我们的小朋友呢有拿了很多的这个小礼物，也要谢谢台电的一个支持，那一起努力，那让孩子们有多元的一个学习，我相信我们孩子一定会比人家还要强还要好。欣赏表演可以开启孩子艺术欣赏的天赋与潜力，以及无限的想象力。109年儿童剧乡镇巡演活动还有6个场次，一律免票入场，现场并提供精美小礼物送完为止。王县长邀请家长把握机会，带着小宝贝一起来共度欢乐时光。公益频道许维珍深港采访报道。